的感觉跟平常在线上教学的感觉，我觉得很贴近真实的体验。包括小孩子平常下课疯狂追逐的行径，在元宇宙里面都可以看见。然后学生在分组教学的时候，他们也都会自己找到自己的组别的座位，然后坐定等着讨论。这个跟平常我们在做分组教学的时候也非常相近，所以我觉得它可以模拟我们平常真实教学的样子。而且更能比其他的视讯软体更贴近我们的教学现况。像 Google Meet 有时候我们都无法掌握学生的上课的情况，但是在教育元宇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，当学生发呆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惊叹号，可以知道学生现在可能焦点没有在电脑前面。甚至在平常的 Google Meet， 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学生都很安静的听老师说话，如果做静音的话，我们也看不到他们的动作。但是元宇宙有一键坐下的功能，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实用。另外元宇宙里面可以做即时加分，帮每一位学生可以点星星，然后将它做加分。教育元宇宙本身就可以分享荧幕，因此我平常在上课的时候使用的电子书、简报或者其他网页上的内容，都可以利用分享的荧幕呈现给学生，所以并不会造成我教学上的其他负担。另外元宇宙里面也有测验小考的功能，我也可以在里面及时检核学生的学习成效。所以用元宇宙系统上课的时候，可以一站式的满足老师大部分的需求。对于我第一次去用这个方式来上课，我会觉得很新奇，而且很好玩，有就是觉得自己正在边上课边玩游戏。然后在上课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投屏跟大家做讨论啊，或者是听别人的报告，这个会让我很有学习成果，而且很好玩。在虚拟实境里面的话，你走动的时候，你是可以真真实实的走到别人的旁边去，然后跟他的聊天啊，跟他说话，就感觉好像你的朋友就站在你对面一样。Angela， 你在哪里？我看到你了，我来了。可以互动，然后还可以一个啦一起跑跳之类的，还可以比赛看谁先到。也可以站到别人的地方。对，还可以跳到屋顶里面。在线上上课就是看着荧幕，然后就听老师上课啊。这个下课就却可以在那边让自己跑来跑去。